不要拍了。疑似深夜密会名导演 Will 被野生不活怒骂记者。就之前新新闻的报道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？这些都并非那个报道描写那些事实的事情，只是呢，我希望我在有限而且不多的私人时间里面，能够稍微做点私事，跟我家人、跟我朋友，就这样而已。